我讲了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。他们喋喋不休，放手，放手，妈走了。他们固执任性，早知道就不应该跟你住在一起。那好啊，你可以搬出去啊。当两代产生摩擦，老妈，你这次真的做太过分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他为什么就那么固执？为什么就是不吃我买给他的东西？是正面冲突？他说你没有骂娇，可是那是事实啊。还是敞开心房？你知道你妈最大的心意是什么吗？长辈甜心，6月18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。